谢谢，这是参考。我跟你讲袂见，我讲讲过有无？我咧讲吼，照我咧会统计，吼，统计是啊，来以年龄来讲，来统计来讲是啊，愈老开愈多钱啦，愈老人会费人愈多啦，就是愈少年人愈多，所以我讲够骗啦。我知啦，我知。你讲要叫老的减，老的拢加啦，无甲一个减，啊，拢减的是。笑还是够多，笑了一个干嘛？对啊，所以我很不气的。哎，是我拿那个比的，所以讲，比阿的比够的，差够了。其实是哦，咱话统计还是哦，问的愈多哦，人愈多，你知咱辛苦啦啦，我十外侪钱啦，对。哦，对哦，这老的要懂。好，你讲，关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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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所以就是在座各位啊，说比较有比较好的投资者建议一下，那我们大家考虑以后来做一些投资也可以啦，说但是不一定要买股票，因为股票争议性很大哦，这第一点。那第二点，因为汇款基金呢，当初大家建汇款基金的时候，它的名目就是汇款基金，基本上专款专用，因为它捐款的时候等于就跟我们会有企业关系，那这样只关到你前面走一关基金呗，前面做其他有什么？那这其实我想也不是不能动用，大概要经过一个手续以后，那如何拨一部分能够其他用途，那也是另一个手续问题，一个手续问题了哈。那就是说，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子计划？这一次要去成立这个要去买股票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人听到声，有一个退会的师兄太愚见，那哎，有个疑问我关嘞，那你给他怎么样？哎，所以讲嘛。哦，所以说他当时捐款就跟我们会有契约，有一种契约跟承诺关系，不管这几几月做，何关几月？那何关几月上架？那是购买会款、修缮会款、会款修缮，好，这样稳稳这样的。哦，所以这是那个契约关系了。你假如没有经过相当的那个完整的程序的话，包括都会受到人家的攻击哦。这几点是哦，拜托大家哦，如果有比较好的项目啊，真的拜托大家提出来，让大家好好来处理一下哦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哦。谢谢我们各位前会长的的建议哈跟见解哈，刚刚钟会长讲的那一个针对那个20年30年的一些会员哈，这个减免的那个会费减免的问题啊，其实在我们这一届其实我们就已经有考量过，好，刚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案，我们哥的新年目标三大口改回五百七五追的哈。所以讲咧，这个议题吼，就留我咱林品会林会长，甲咱要接任的吼，一路的吼，以及上老金啦吼，因为这有财资收入的问题，有消费的问题吼。啊，再来讲到咱这汇款基金的部分啦吼，这部分在这边还是要我再补充两点吼。在我任内的会员大会里面，就是有去通过这个案的吼，那当初没有人反对的吼，当然，那时阵我做会长，我嘛无反对的权利啦吼。接受到大家意见吼，但是呢，我嘛是九人小组之一啦吼，咱讲真诶，实在是过袂去啦吼，因为吼，家己了拢袂要紧啦，啊嘛去了就花一万块好啊，真正是一年八甲台诶吼，加咱交拢交咱连面平诶着，但是呢，所以咱杨文达吼，咱杨会长伊嘛是吼真理性啦，爱两个红总去做召集人，我讲了伊嘛是足委屈诶吼，当然起码就是讲案子都有成立啦，但是事实拢无买啊，你知吼？就是说，该做的手续、该办的程序都已经办好啊，但是呢，拢无做啦，拢无动啦，因为呢，嘛唔敢动啦吼。安怎讲呢？你若动了了，你嘛故意冒气哩，也是讲有争执哦。咱这个九人小组就可能欢喜啦。啊，嘛开始动的时阵，咱就准备好干掉吼。所以讲哦，这大家其实都，哦，就是说有惯意，啊，咱就做一个行出来，但是也是非常的慎重啦吼。当然，他都有讲，伊讲不一定要买股票。哦，当然，这前会长啊，就讲这哦，我也都真正土地这投资落，就是个外部落已经，吼，都无安怎对，这个一定的，啊，要有咱汇款基金个增加充裕的金额吼，啊，当然要涉入，啊，当然就经过大家的了解吼。所以讲这条钱哦，而且直接嘛，甲张会长、甲张会长、甲各位前会长
刚刚这里会长夫人哦，刚刚在收尾家师兄哈、哦、师嫂哈、哦，还做些碎屏的施工，这笔钱得来不易，哦，卡扎这真会长努力，老头俭俭俭俭俭，这刚刚家己时代人眼光，俭俭俭啊，咱要开一个吼，拢唔敢开啦，唔通讲到即马来，哇，这少年哇，伊都好，都甲牵落，都甲抱落，拢好安尼吼。其实我嘛是咧做暑假的人吼，甲咱林会长吼，甲咱义父吼，其实大家拢咧玩暑假的人吼。其实这个方面，我是很慎重的吼，所以伫遮吼，啊，我较正款的讲就讲，其实这个有声音，我们一定要消除啦吼，唔通讲吼，咱是成为遮尔好的会吼，啊，大家有意见啊，唔知又无来参加会议啦吼，啊，你一传十，啊，你传传传，啊，对这会是负面的，我感觉这是唔对的吼，就是讲正义有时间要讲，安尼伫遮啦吼，啊，所以我遮补充一下吼，啊，剩下咱甲你评委遮看。那您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讨论的意思吗？谢谢啊，刚才来。